你想靠那个什么破破烂烂的机甲来阻止我？闪闪的，是想闪瞎我吗？你以为你比我厉害？你觉得你比我厉害吗？臭工匠！他太远了。我需要靠近你。我是台破烂罢了。
一定还是认得出来吧。我无法攻击那个目标。大工匠致力战斗，但最后还是不够，还好他留了最后一手，才能安全撤离。这怎么好吧，我想知道两件事。第一，你怎么能让那个臭家伙逃走？第二，为什么我没有逃生舱？够了，联盟少了一个英雄，但我要看到的是普劳德摩尔的血，快上！第七军团用尽全力才帮我们撤出来。第七军团坚守阵地，我们必须让船只离开。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，小儿？绝不留情！真可惜，我还欠你一支箭呢。我们还会再见面，凋零者。战争结束前一定要逮到你，无论死活，我发誓。部落军队一路追击，嗜血凶悍，但库尔提拉斯部队也不遑多让。快突破封锁线！打下码头！你们根本不该挑衅强大的库尔提拉斯部落杂碎。我们不是来嘲讽他们的，专心进行仪式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顺利撤离。会的。不过我可以一边进行仪式，一边享受。阻止那些库尔提拉斯人的仪式，永远闭上他们的嘴。
需要靠近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
这是罪有应得。我要让你们彻底冻结。大海的恩赐可是相当有力，是不是觉得越来越冷了？雷霆之声响彻云霄，让天空把你们劈成两半。风啊，审判所有违抗你的人。浪潮，带我回去拥抱汹涌的浪潮。我要你的命，冰冻你的灵魂，粉碎你们的反抗。风暴从内部涌现，让你冷到骨子里。这时候食人妖公主回来了，眼里充满了杀意。塔兰基公主，联盟用了海洋祭司的魔晶对付我们。不，这些杀手想要逃跑。大嫂，
开到码头去。罗雅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联盟入侵我们的城市，杀害了国王，我必须帮助受伤的人。队长，带领部落勇士们去追那群杀手，把珍娜·普劳德摩尔的人头带回来。遵命，公主。各位英雄，赶快登船。普劳德摩尔总帅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他一直都在想办法给部落回头的机会。所有人上甲板，让海洋之女知道闯进我们的海域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我只警告你们一次，马上把船开回港口，好好安葬死者，不然就等着加入他们吧。珍娜·普劳德摩尔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就是那个背叛父亲又害死哥哥的女孩嘛。看来你们一家人都只会失败呀。船长，既然你这么了解我，那你应该知道还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快点逃。你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。全体攻击。出现敌方船舰，我要把你们冰在原地。击沉敌舰，炸弹准备好了，他们轰得片甲不留。你们冰在原地，
后部落差点要占上风的时候，总算是一举逆转。哼，看到部落建队伍没？我看你往哪里逃？冰霜女巫，我看起来像是在逃命吗，船长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把你们引到海上来，是因为在这里，你们无处可逃。做个了结吧。我要把你们冰在原地。太远了，我要把你们冰在原地。全部准备开火。我需要靠近你。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我要把你们冰在原地。我需要靠近。还在等什么？动手！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近你。见过最勇敢的英雄，士兵，谢谢你，我们一定会治好海军总帅的。各位勇士，谢谢大家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你们无私的付出，我们无以为报。部落一定会为了这次的损失前来报复，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。